大家如果觉得我是卖台的话，那我请小英总统，你们等一下可以去问他，请他在这里居门宣布停止 ACFA， 我明天起废止 ACFA， 两岸不再往来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宣布一宣布下去，台湾的经济、台湾的股市会到什么状况？我希望民进党政府宣布啊，对，第一个宣布废止 ACFA， 第二宣布台独，对，哇，是他是当权者，他来做啊。为什么要骂台啊？为什么要骂台？要臭魔！我懂，有尊重给你，有过去就好了，不要泡沫。有尊重给你，不要卖台啊！和平宣言，就是不卖台，不卖，没有和平宣言。我必须严正地传达给中国北京、中国北京当局一个再清楚不过的讯息：台湾人民绝对不会主动的挑起战争，但也绝对不会怯战。若台海两岸真的有战争的必要，我们势必仿照八二三炮战的精神，团结合作，同仇敌忾，我们非战到制胜的那一天绝不罢休。这个东西我讲得非常清楚啊！如果你们要解读那是卖台的话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跟自由。我们今天晓得 ACFA 一年我们从大陆赚取贸易逆差，赚取顺差有超过一千亿美金，可以啊。大家如果觉得我是卖台的话，那我请小英总统，你们等一下可以去问他，请他在这里居门宣布停止 ACFA， 我明天起废止 ACFA， 两岸不再往来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宣布一宣布下去，台湾的经济、台湾的股市会到什么状况？我希望民进党政府宣布啊，对，第一个宣布废止 ACFA， 第二宣布台独，对，哇，这他是当权者，他来做啊，就在今天这个做的这一天，然后大家全民备战。我们希望你们相同的问题也去问蔡英文总统，既然他要保持 ACFA， 那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谈判？